好神奇。再来最后一号。欸，你的手法不错，你有学过那个美容执照。好，刚刚我们摸完了脸了，那你觉得这样摸个一 round， 你觉得谁是李大人？铁定是四号。铁定是四号吗？因为我摸到那颗痣跟他的长长的鬓角。好，等一下，现在呢，我们请我们的 Maggie 来到台上。我们，你可以问一下，稍微请 Maggie 给你提示一下。好，好不好？给你一个提示 ，Maggie 给他一个提示。什么提示？越后面的几率比较大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越后面几率越大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就四号，四号蛮后面的，你觉得四号蛮后面啊？我们往这边站一点点。好，所以你决定了你的答案是四号吗？你决定了。好像刚才每个部位的顺序都不太一样啊。四号。以脸的来说是四号吧。好，好，那现在我们马上就要答案揭晓喽。所以我们数到三，你就把眼镜拿下，我先帮你拿着。数到三，你就可以先往右边转。我们把我们的正确的那个李大人的答案让你看见。好，自己拿着麦克风，麦克风拿着。好，数到三了，我们把眼镜拿下来哦。一、二、三，张开眼睛。生日快乐！有点油腻，要吃甜。生日快乐！我们大家一起说，陈又青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陈又青生日快乐！啊，这是几岁的生日？不要讲，不要不要讲，统统不要讲出来，这是几岁的生日？快说！今天大家非常用心啊，就是啊，特别啊，因为你生日快到了，所以呢，大家特别做一个蛋糕给你。你对这个狮子有没有印象？方头狮嘛。对，有没有印象？有、哦、非常的有感触，对对，所以呢，进而就设计刚刚这个游戏给你啊。不过你刚刚蛮厉害的，你刚刚有几次猜中？两次、三次，你有三次都猜中哎、欸。对，最好猜的是肌肉那一关。他刚刚很高，刚刚我们的超线故意踩在一个箱子上，然后往上垫，让你可以摸到他的胸膛这样子。那现在这样子，我们看到的蛋糕有没有很开心？有啊，哇，里面是什么口味？是什么口味啊？里面很多种口味，但是一定很好吃的、啊。那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啊？我们在台上跟粉丝分享一下你的生日愿望，前两个就好，第三个不能讲。我可能不会爱你，收视长虹。没错。我第二个愿望是，我可能不爱你，收视爆点。第三个愿望是，不能讲出来。稀里糊涂，叽叽咕咕，哈哈哈。OK。我们大家再说一次生日快乐好不好？这次说依晨生日快乐，一二三，依晨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先拍照。好，我们现在趁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可以先拍照。